初中你们联系多吗？不是特别多，朋友圈有时候看一眼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好知道他的，偷偷的看一眼，哦，在这儿呢，哦，写剧本呢。所以我觉得其实，我们会发现啊，在我们这里，所有能来的朋友，一定都是喜欢你的人，对，其实人缘太好了，对。是，我其实想说，特别想说王倩，嗯，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，好吧，我你说你在我身上有，我想爱慕，我想爱慕，对对，因为朋友之间不完全都是，哎，你这衣服哪儿买的？这个很重要，女孩子嘛，女人嘛，对吧？但其他的东西，有的时候你人生精神上层面上也要有成长，嗯，我跟王倩在某些经历上有相似的地方，嗯，我们最后一次拍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挚爱的导演徐庆东不在了，完了那个王倩能挑起这个担子，嗯，他有一天他就跑到我这儿来，他那么多压力给他，他跑到我这儿来，其实我就观察他，哎呀，跑那儿跑那儿什么，他还都做得挺好的，突然他跑到我这儿来，他说我不能拿你，我得拉他，啊，他说秦晴，我就觉得徐庆东还在那儿，哎呀，我就受不了了，但是我特别能理解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能理解，我说你一定要坚强啊，你一定行，你不要难过，你把这个事情作为一种力量。你还记得吗，亲爱的？你到我那儿就只跟我说了，我眼泪没下来，我给咽下去了。所以我觉得王倩，我在她身上也学到很多很多，就是精神上的一些东西。是的，是的。有的时候朋友不见得非得每天在一块儿吃啊喝呀。对对。你明白我意思吧？对对对。嗯，好好写剧本，你要再真的要好好写，多写一点。他写东西真的特别棒，他脑子特别清楚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给秦做这期节目来的都是你喜欢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在他们身上都有亮点。是，然后我也特别期待呢，观众朋友们能够更多的支持他们的作品，也希望呢，观众朋友们能够继续支持他们，咱们合张影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亲爱的，再见。